来看到讲要对抗这新冠肺炎啊，阮也已经有像伫研究口服药啊，即马讲一寡新的进展。煞这莫沙东了后，这辉瑞嘛要针对因所属的这口服药啊，展开三期临床试验。同时啊，咱台湾阮也已经医学中心嘛拢会参与这项计划。在发展新冠疫苗了后，即马袂少药厂嘛开始投入研发用食药啊。在白沙洞了后，顶一代辉瑞开始针对因对抗新冠病毒用食药啊 ，PF073-1332 展开第三期临床试验，而且佫传出国内的台大病院、中国附一、高雄中坚等等几啊间医学中心，拢会参与这个计划。没有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展开，我们在了解，请他们来报告。根据了解 ，PF073-1332 会甲治疗艾滋的药啊，里托那韦合并使用。也拿人体的试验，按算伫咧全球收2660个大人的受试者，其中台湾会收245个人。不过因为国内疫情有较转好，暂时是无新的确诊者。到目前为止，这几间病院拢也无收到临床的个案。这个利托那韦呢，是抑制它的代谢，所以会使得它吃下去以后，它的量会累积的比较高，因为它代谢就变慢，提高你们体内的浓度，不管在血液或者是身体的各个部位，那个药量就会变高。它主要是让你不要变重症啊，早点帮你治疗，就像客流感一样啊。它希望你吃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在家休息，不用去住院，不用去住家务病了。医师表示 ，PF073-1332 会用伫个密切接触者预防性的用药，希望能减少社区感染，避免产生重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